除夕买买买。是因为除夕这两个词不能用，不能用了是吧？哎，那就可以了。那万岁游戏666就完事儿了。万岁游戏666，大家准备好了吗？5、4、3、2、1，开始抽奖。嗯，那十三现在是我在准备，已经开始了，来到了一个，你把这个给套上，洞穴好像是一个非常潮湿的洞穴，左手右手。嗯。我觉得你的距离稍微有点危险啊，所以你不要动啊，就我要怕挨打是吗？对对对。嗯。哎呀，今天炮哥男子力爆棚啊，男友力 max， 好贴心哦，好贴心。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在节目开始之前，他喷了我们的零式那段香氛。我们做过。来，咱们每次玩 VR 游戏的时候，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身高去定一下位。零式给我加钱。好。问题是给我系这么紧，让我更加紧张了。我一会儿是对呀、啊，你为什么给他系这么紧呢、啊？我怕甩我脸上。一会儿那个两只手都缺血了。嗯，好，你自己往前走吧。哎、这个啊，拿了手电了是吧？啊，这个是手电。对，你要用力晃，这个手电筒和别的不一样，它手动发电，使劲，使劲，使劲。对对 ，OK，、哎、亮了。但是我现在是左撇子啊。那你就左撇子吧。那谁让你用左手拿手电？但在正式版本里面，我们是可以去交换的。可以交换的是吧？对。啊，现在不行。口痒，挠痒痒，手痒挠痒。拿枪，拿枪吧。刀我觉得也行，但是我觉得。我上次就是。我记得上次是那个炮哥喜欢用刀。OK。我觉得喜欢用刀。因为咱们这个枪械啊是非常仿真的，你可以真的试着三点连一线去射击，去试试看。我要说一下，这肯定是谁在。搞破坏要给我增加难度，我一拿到手这个就已经在我右手了，是吗？来，你这样伸直，如果你想打得准一点的话，你真的可以去瞄、哦、对，可以看到这个胳膊的位置是和自己胳膊的位置，对，你视觉上是一样的。对，然后因为是 VR 游戏嘛，我们没有去做准心儿啊、嗯、那么在 option 里面，回头在正式版本里面是可以开这种激光线的，我今天给你开开了，所以能方便你去演示这个游戏。哦，这里还有很多。然后你可以没有激光这个瞄准线的时候，你可以去调整你的弹道。对啊，捡了一个，哇、哦、你这个我觉得你扔一下试试。捡了一个手榴弹。对，这个也是很仿真的，你搂这个是要你搂着扳机往前扔的、哦、手榴弹还是闪光弹？手榴弹。哦，扔的时候松开就跟走。哎呦，你丢脚上。此人要我去、哦、炸了。好，特别想唱一首歌。这还有你手榴弹，你不要脸，看我抱你一头。哎，我觉得你留一个吧。啊，留一个吧。对，切换武器，我觉得你自己去试一下就可以。啊，这个罗盘我要讲一下，这个是在正式版当中非常关键的一个道具，跟花仙子一样，你甩一下。恭喜哇！对，那么这个罗盘在正式版本里面可以去寻找一些收集品。那么这些收集品跟奖杯是相关联的、哦、跟着它这个指针走。 对多了我就不说了、哦、对，你跟着这个指针去走走看。对，哇，这你可以用手电去照一下，你可以用手电去照一下，让观众们都看清楚，照那个罗盘，照罗盘。对、嗯、OK。 那么还有一个秘密，如果它离怪物近的时候，它会发出声响，它会转。哦，对，哎，其实这样就能看很清楚了，我为什么要这样子。对呀、啊、就是主要是习惯了问题。我感觉你在瑟瑟发抖。你要双臂合一跟这个 move。双剑合臂，不，那个双臂合一。枪拿在手里。嗯，对，往前走吧。嗯。我提醒一下你，你的左边是炮。我真不骗你，我觉得菜刀好用，而且这个游戏的男孩子比较有优势。啊，这个是一些在游戏当中串跟这个。这是谁的腿？这是我的腿。对，我往前走点，往前走点。对，我们不是一个上手 TV。对，你可以走近一点再拿，你可以走近一点再拿。对。嗯，哎，其实关键左右不一样现在。啊，对，你就伸右手去拿呗，跟现实是一样的。对，伸右手去拿。对，伸右手去拿。我还以为必须拿举起来看一看。举起来看看，这个就是跟情节有关的一些文书。然后因为是你伸的是你手在拿，所以你可以正反面去看。哦，真是啊，对，然后这个你在意他说什么？他说我看不清。对，是一个病例类的东西，但是就不剧透了。嗯，这个到时候大家自己玩，自己再看。就这个人的字写的有点潦草，好看不清楚。好，把我的手电筒拿出来。对，告诉我啊，现在还安全，13亿，我可以给你剧透。哎呀，别吓我啊，在接下来3分钟里面非常安全。是的。嗯，Trust me.
你可以放心大胆的走。哎，那么在游戏当中有一些比较简单的谜题供玩家去玩，对，这个其实也是用了咱们这个 Move 和 VR 的特性去玩的。那么你会看到它有一个小球和这个轨道，那么你掉下来了，对，你手放平，然后对去转这个球，对。其实大家小时候都玩过这种，对。哎，制作人啊，这个主角就是说我们现在体验的，我们现在体验的这个人物啊，他是一个什么身份呢？他是一个原特种兵。原特种兵。对，然后他为了找他，就是为了给他妈妈报仇。嗯。然后同时他要发现他跟他妈妈一些很奇怪的身份，他们的体质跟正常人不太一样。所以跟着另外的一个神秘女人，神秘女性，来到这个岛上。去找他们到底是什么事，你记得放在我很奇怪到底是为什么。对啊，这个在游戏当中正式版本里面就是一些收藏品，有很多，那么希望大家全部给他找出来。他有点那个年兽那个感觉。不是，这不是年兽，不是，这个就是一个符合当时朝代的一个文物的东西。古董，现在说是文物，对，古玩。对，那么在拿到手里面，你可以看得很精细，可以离自己脸非常非常近，对，你可以再离近。乍看很可爱，近看很诡异，是不是？舔一舔，对，好，收起来吧，咱们往前走吧。女孩子可以玩这个购物游戏，哎，真的是很开心。这里面就研究嘛，这多好看就好。我最喜欢找收集品了，真的是可以。这游戏可玩性就很高，收集品非常多。这里教学摁哪个键可以后退？对，但是今天有我在，我觉得你可以。大胆的往前走啊！捡枪，所以我听到哈哈 哈的声音，哈哈 哈还行，你捡枪，没事，现在很安全。对，妹妹，你大胆的往前走，用右手捡，用右手捡，右手捡，右手捡枪。那我手电筒走近一点捡呗，手电筒没事，再切出来就行。你用这个枪的时候，就再切出枪就可以了。嗯，对。那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大家进行第二轮的抽奖。我们这次为大家送出的物品呢，是无所不玩的 T 恤五件。我听到这边有笑声。这次的抽奖口令是什么呢？就那我没事吧，你别看我。嗯，这里还有东西啊。有。刚才是什么？万岁游戏666。对。那万岁游戏买。你输的意思吧？广告鬼才啊！你现在放到我放的位置很奇怪。接下来我们为大家抽。放到我的面。啊，这个很奇怪。这个是飞斧，这个斧子跟手榴弹的玩法是一样的。丢出去。你可以丢出去，你还可以横着丢出去。哇。喂，这个牛逼。哇。对，这个好玩。对，但是我觉得你还是先往前走吧，还可以横着丢，还可以横着丢，不回来，那个是战神，那个是战神。好，那接下来为大家抽奖，我们的口令是万岁游戏买买买，大家准备好了吗？5、4、3、2、1，开始抽奖。啊，你会发现这个洞下的一个幸存者，嗯，他应该会告诉你一些信息。抖腿男。嗯，那么这个地方呢，哇，又开始抖腿了，也是跟传统游戏不一样的，是就是那么就是咱们俗称叫过场。嗯，那么你可以在 VR 里面体验一个，真的是360度、760度的一个720度的一个真实的一个环境。嗯，他这抖腿也很细节，因为他一个人在焦虑的情况下，非常焦虑，对对对，一个人在只有他非常焦虑的时候才会抖腿。对。或者是他非常无聊的时候也会抖腿。他开枪的时候你注意躲头啊。这个洞应该没有。他要打我啊？不一定。他看他心情。哦。这人的心情多么的。来支援的对吧？二位派来支援的。队长，别开枪啊，是我。别碰我，别靠近我。碰一下。别靠近我。碰一下。你可以坐下，我那时候拿着菜刀疯狂的很，感觉有点神经质，这个人。对，已经疯了。对，对。你们看吧，他在这个想法已经压抑了太久了。离我远点。我们全部的人，都他妈被干掉，全都被干掉了。对。We all die。就把谁关这地方关久了，加点英文配音。好不容易做了中文，就是他们这些神秘的这些杂兵啊，在这个岛上在干一些这简直是他们不可告人的事。哦，啊，现在声音是非常环绕的，应该他能体验到。对，就是从上下左右哪有那个位置出现声音，他能感受到。嗯，哟，讲开了，哎呦，开讲啊，看。我们全部被他们骗了，我中奖了，哇，这么黑幕的吗？他中奖了，太黑幕了，不能相信那跟我没关系，太黑幕了。现在好，你们都满意，无所不玩 T 恤一件，哇，我也要抽一会儿。哎，我听到对，哎，哦 ，Oh my God！
你看，还是给你留后路的吧。是盯着炮哥。还是给你留后路的。我盯着炮哥。哎，手电没电了，把手电先充电。好，然后桌子上有解谜的东西去捡，我给你剧透给你。对，桌上有个东西一定要捡。对，一定要捡。对，就是这块黑的。对，举起来看看，你看。你透露年龄，能看得出来这是什么东西、啊？我不说了，又暴露年龄了一会儿。这什么东西啊？采集卡，先收起来，先收起来。对，往前走吧，把手电掏出来，往前走。对，手电掏出来吧。手电掏出来，这个也是一些文书。这个人字迹潦草，小时候一定学习不好，纸上还有血。他还画了这个。关键等于是坐的地方都是朝我这边的，我很害怕。就比较习惯自己转，然后这些箱子都是可以打碎掉的，啊，拿菜刀捅，一不留神就被杵下了。哎，这个水平，对，水平去慢慢换，对。哎，这个真的就跟就是小时候有玩过类似的，但是那个就特别暴露，特别简陋。今年有四十了。啊！今年要四十了。不是，这大家小时候没玩过吗？不是，我们零零后从来没玩过。咱们小时候是玩了。实在赢了，我陪你，我玩过，是吧？我还记得以前肯德基好像有一个套餐。右手拿，右手拿。OK， 举起来看。哇，这个。看起来很值钱的样子。有点值钱啊。这什么？和田玉。收起来，拿着。OK。这绝对值钱啊。走着。我天哪，这是文物啊。走着，往左走。突然有一种探宝游戏，对，《盗墓笔记》的感觉。要上交给国家，快！对，点出了我们的主题。对，好的，往前走。那这个是这种油。这个我觉得，我建议你待会儿再弄吧。先不管它。对，我觉得你先探索一下吧，先确保你的周围是安全的。不要冲出个怪，等一下我会被一个海盗。哎，前面有个门，我估计浩哥今天是难逃一劫了。我们这个水友好厉害，危险吗？啊 ，RIV 3822，这个玉是汉代玉。对，有声音，有声音吗？你的，你打开罗盘，打开，是不是在这？哇，哦 ，OK， 这是一个警示的作用。但是我觉得你先合上吧，因为你现在也没有什么办法。对。玩起来了！不是，我怎么觉得你现在是胡扒衣服体呢？玩起来了！你现在最危险其实特别的，特别的那个什么，跟这个上面数字一样。不过越是危险的地方越是。哇，你怎么这么聪明？就是我刚看了上面那个 RIV 3822。OK， 跟那个铁板上的是统一的，是吧？对。OK。这边那就肯定是这个门的那个密码了。对，你告诉大家密码是什么？5342。OK， 5342。5342。但是。但是把头没电，你去按你摁一下吗？这不是它上面没有灯，你戳，哎，没电。我特别喜欢它这个戳的，戳哪里好啊？相信我，十三姨，越危险的地方越安全。你是不是回忆起来，你刚才路过一个？刚才有那个油桶，对，发电机，发电机上面有油桶旁边那个方方的，那我进来了吗？进来了。不过话说，其实我们做完这个关卡的时候。发现很多咱们中国的玩家朋友都没见过发电机，都没用过。是啊，我也没见过。我差点又暴露年龄了。我准备说我见过一个。我以前我家里是矿产的，所以我家里经常会备。你家里是干嘛的？用家里有矿，右手拿一下。不是有矿，我要看我的手电，不然没有安全感。把那个油倒在那个发电机里面，把油先倒到发电机里面。皇帝苗油放哪儿了？你把油掉了。油掉了。对，继续拿。好，往里面灌是吧？对，那么很真实啊，咱们这个桶一歪就可以往里倒。我特喜欢这个倒油那个感觉。但是你不是左撇子，但是你今天选择了用左手啊。你听了？歪了。没有，听声音。OK， 好 ，OK， 扔了吧。扔了，真的就操作很僵硬。拔什么无情？你看我们男孩玩弄完那个桶都是这么。感觉尿滋出来了啊，这个。还有一个操作提示，拉，你这个，我感觉他有点帕金森那手，不是，因为不用啊，这个样，我等会儿跟你说我为什么知道这个东西，使劲，吃奶的劲儿，使劲，再使劲，加油，哎，抬头，亮了吧？啊，好，你可以考虑把枪掏出来，前方高能，把枪掏出来 ，OK， 走，江飞，我要拿个菜刀。
六六六六六。对。Don't kill me。很厉害，听到声音了。OK， 掏出你的手电，继续往前进。可以啊，十三。到底是谁把手电给我拿到右手的？胖哥呀。刚才谁玩来着呢？那个手电告诉你一个秘密啊，如果你 low trigger low 扳机键的话，这个手电会发出一束强光去烧怪物。那么当你遇到一只、两只以上怪物的时候，可以用强光先去稳定住那个两只怪物，都可以。晕眩来晕。对对对。现在这个门应该可以操作一下。不知道为什么看见真的比较好用。对，我看见炮哥走上、这个门后边菜刀是没戏的，这个门后边菜刀是没戏的啊。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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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不推荐。就是每一个关卡都是，其实还是让玩家去选择比较像是合适的装备去。对对对对对。菜刀你还得看手速。五三四二。你的手速可以啊。嗯，很可以。对。我用菜刀活到了那个门后面。不要乱捅哦。放心。慢慢哎呀，你走到前面去吧，你走到前面去，六六六，你直接打个六六六，然后让他重置，六六六六六。不是，你看现在炮哥的动作。万岁游戏六六六六六六 ，OK， 然后打正确密码。对对。是我怕打到炮哥。没事，你别管他。炮哥现在紧紧的。三四几？我不想。二。OK， 用手推门。很真实，用手推门，走过去用手推门。你跟我说里面有什么东西吗？里面有那个海绵宝宝，快快快，快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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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被揍了，我感觉要被揍了。我准备好先。快进快进快进！对，啊，这个讲一下，为什么 VR 游戏里面这个模型有时候会穿？因为 VR 游戏它要模拟真实，所以它不可能去模拟出来这个物体跟物体碰撞的这个东西。对对对，它枪跟门不可能。它不是咱们做不好，就是因为这个是无法去。看把十三吓的，你看这。不，你看炮哥。在这蹭的，你是不是有手雷？你是不是有手雷？有。你先把手雷，你要害怕的话，先扔过去一颗。嗯。哎，我丢。哎，对，扔太近了。好，没有怪物，走吧。你就当闪光灯用了，人。关键是闪光弹，一个手。没有怪物，走吧。来了。哎呀，还光手电。可以，这把枪一枪一个，如果你打得准的话，一枪一个。哎呦，上膛。我操，他怎么还不死？就来了，我看到他影子里面那个。对，你的罗盘只要不停止旋转。我特别怕那些玩意儿，你知道吗？我去，厉害，十三可以。把我吓一跳，把我吓一跳，大哥，吓死我了。手电怎么全手电枪全在右手？对呀、期待正式版。哎妈呀，我的形象，肯定故意的。往前冲，哎，那个桌子上全是宝贝啊，你可以换一个武器，拦一下。那不拿左手换吗？对，用左手换吧。哎呀。哎呀，这还是没抓到。这是燃烧瓶，我认识这个。那应该跟那个手雷是一个方法。你可以试试钉枪，你用右手去试试钉枪，摇一摇。对，你用左手再点个钉枪，哇，牛屁啊！点个钉枪，右边黄色的，对，我们万岁牌的钉枪，对，万岁牌钉枪，对，这个射速超快的，你连续摁，你连续搂扳机，对，不是搂扳机，对，哇，这个比较嗨，这个好爽啊，对，哎，这里还有一个。还挺爱开宝箱的啊！哎，就爱玩，这个真的好玩，特别有童趣。我那你怕不怕？你开着宝箱那边突然来个怪物？啊，会的。啊！但是他现在应该还可以。好，那我就先不放下了。咱们就可怜一下他吧。哇，这可怜一下我。这么喜欢开宝箱，以后10块钱开一次吧。哎，这个还真的挺好玩，因为就是系统。对，因为每次上的迷宫都是不一样的啊。而且这个平衡感做的就特别逼真。来，这是恢复剂，用手可以拿出来。然后这个你往你肚子上扎，往手臂上扎都是可以的，你试试往肚子上扎，使劲扎。能喝吗？使劲扎。扎针。对，你会感觉到你被扎到了。有震动。对，然后你一 low trigger 一 low 扳机，然后就会哎呦。我看着都特意，大爷，你够劲儿，对自己还挺狠的。对，我去，你别打我啊！你也可以试试嘛，炮哥身上扎。你别打我。哎，可以吗？啊，不可以，他是只能是判定是你的身体。哦，对，但是可以试一下。你们为什么？对呀，应该说一句可以呀。试一下，来往前走吧。嗯。啊，这里还有一只，还有一颗，你可以攒着。嗯，对，攒着。走近了拿东西，你在真实当中，你这么远也拿不到的呀，对吧？我听到有，是我自己的脚步声。应该不会再有怪了吧？都已经来了3只了。我先，不可能再有了。我先准备好。嗯嗯，
燃烧瓶慎用啊，不可能按照我玩游戏多年的经验用钉枪，绝对不可能有怪。推荐用钉枪，他说没怪，我说推荐用钉枪。这个话都一看就是没彩排哦，话都对不到一起，我严重怀疑你们是不是想坑我。有动静，什么东西啊？吃一些强子。就是环境模拟，我们也是下了很大的功夫的。你可以在这个游戏里面体验地震呀、啊，没事了吧？对对，我还没戴 VR 眼镜，我就吓成这样了。天哪，想我明小爷一世英名，就毁在了今天。够，反正你右手拿手电吧，你就左手拿钉枪吧。嗯，对。怕吗？十三？不怕，不怕是假的，那个黏糊糊的东西是假的，就黏嘛。你还蛮会自我安慰的哦。嗯。我们当时做这个怪物形象的时候是开始转了，你听，都是假的，真行。哎，你定了半天枪，浪费子弹你。往前走。那么咱们为了让玩家更容易的在战斗当中不会有就是衔接断了的感觉，如果你蕊漏的话，你上膛的话，我们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千年大痛子？你一抖，你一哆嗦。就上了，就上膛了。哦，对，一哆嗦就上膛了，一哆嗦就上膛了。对，很人性化的一个设计，这太真实了吧！哎，我这前面有一把枪。这个怪物你要小心，这个怪物你要小心。如果你把它的枷锁对的话，等一下，我示范给你。你示范一下吧，你把它枷锁给它打开。他会干嘛？我示范一下。然后它就会变得速度非常。开枪！他不会抓你，因为他没有手，他的手被当时被古代的时候被绑住了。这个怪有点太夸张了，这个怪有点流氓。来，你发现前面有一个好东西了，你打嘴。对 ，AK， 这是我们的一个另外的一个玩法，是双手武器。对，那么你用左手捡的话，你可以现在开一枪试试，给大家看。它的后坐力非常的大。对对对。那么你可以用你的右手，用另外一只手去拖住它，拖住它。对，这个好哎，这个好。这样。对。哎，你要一直拖着，对对对，就会很稳，就会很稳。对，不要再浪费了，往前走，往前走。好真实。对，这个好。这感觉好像真的在打 AK 一样。对。然后你随时可以松手。我好怕这里面。又想。我准备好。死了没 ？OK， 走。OK 了，他不会再跳出来吧？我不知道他会不会跳出来。走啊！他真不知道。你是制作人，你也不知道。随机的。对。请不要借机服务我，好吧？不是，我已经尽量在摁键了。前面有这种，就是在游戏当中有这种炸药桶，你可以把怪物全引过来，用把它打炸。你现在不要打炸，我劝你。对，你用对对对，只有19发子弹。对，你可以往前开几枪，看有没有怪物。刚刚我们弹幕上也在刷，这个游戏可能会火。哎呀，谢谢大家。今天这个游戏还是大家评价的。哎，你们还有吗？后面还有啊。没事，我相信你的枪法。没子弹了，没子弹了。换枪。我丢！后面有吐你的，有吐毒液的，有吐毒液的怪物。口水怪。你要用头躲，用头躲。OK。漂亮。那个火不要过去，火会烧着你自己的。哎呀，累死我了。我等，没子弹了。没事，你切去枪。我们俩也可能躲。他不会过来吧？没事，往前走吧。你别动！哎呀，我下意识也这样，就想躲着。可以补充弹药了。好。你凭记忆打怪吗？我汗都出来了。你凭记忆打怪了。好快啊！被喷了。你先用手电照一下。喷了一口口臭。你先用手电照一下。我看他那个吐痰的方向。对。好聪明。好聪明。嗯。这就是一个技术流玩家的经验。好聪明！哎呀，继续。嗯，继续。Go！ 我左手没有安全感。左手，那你把武器切出来不就行了吗？把 AK 切出来。没有子弹也可以装饰一下。想想你右边的炮哥。来，刀可以。OK。菜刀好用，真的。这个菜刀有一个机制啊，就是你轻轻的挥砍是没有攻击力的。嗯，重砍它是根据你的手速来判断你的攻击力的。左边的人准备好啊！嗯，看手速的时间到了，十三。是的，应该没了吧？你打我哪都行，别打我脸。打人不打脸啊！
OK。嗯啊，那这个接下来要宣布一个重磅的消息了。那现在走出直播间偷偷溜号的观众朋友们，你知道吗？什么玩意儿？哎呀，赶试玩结束了。哇，现在我两手汗，太刺激了，搓一下。这边试了吧，就结束了是吧？搓一下，搓一下。哎呦，哇，太有意思了，这个好紧张，非常紧张。我觉得还是十三玩下来怎么样？感觉可以吗？真的非常棒，非常可以吗？可以吗 ？OK。接下来就是先为。